啊，咱各位同心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好。困有好无？甲我骗，我来百几届，我拢困袂好呢。啊，恁若困会好，算幸福哦，吼、哦，算无讲过坡困袂去哈。再起来，我先来讲一个取缔的故事啦，吼、哦。咱昨我有咧讲台湾猪问题有无？台湾就是吼，1949年蒋介石为中国吼引进到要200万只猪来，互咱台湾人饲。啊，一般咱台湾人饲猪吼，像我细汉，阮爸爸妈妈伫厝边拢有猪条，饲7个月，差不多200公就会当杀啊。啊，这200万只吼。咱纳税金甲饲吼，饲60几年啊，未太得吼。啊，你敢要搁饲？哎、欸，我是不爱饲啊吼。哎、欸，啊，咱来遮受训吼，就是希望讲，哦，要讲的吼，因爱中华民国爱离开台湾啊吼，爱甲请因等于金门妈祖，金门妈祖确实因的国土。迄个残余的领土。那么，台湾人和迄阵人来了吼，伊咧甲咱管理，甲咱抽税金，但是拢外国，大部分拢外国去较济。那么，因定作的法令，拢是要叫咱台湾人遵守，因家己无咧遵守。那法律拄到因高外人吼。就是因所谓高级外省人，法律会转弯。像阿扁啊，吼、哦，准公啊，准公有贪污嘛，嘛贪污一汤匙尔。啊，迄贪污一碗公，迄无代志，吼、哦。马英九富邦鱼翅宴，吼、哦，即因中国人只要若拄到有贪污的案件，拢大事化小，小事化无。啊，台湾人。就小事化大，吼、哦，大家安尼爱管到生煞要吼，啊，因定作的法令要叫咱遵守，偏偏台湾人咧饲猪，啊，因的中国官员就去个，甲你抽查，甲你抽验，来问讲，啊，你即马用啥料猪仔食？咱的农民吼、哦，养猪讲我。都无钱买饲料食，所以我拢去外口捡粪吼、馊水来有食了。我因中国人阁计有卫生呢，伊毋知讲咱遐古早迄台湾乌猪啊吼，伊个抗病力足好个。利用迄、那个咱食剩遐个厨余吼，好食。会点到人伊话，活甲真好对吧？啊，中国人讲咧袂使，要罚钱了对吧？我都只有伊即马就改用饲料好食，啊！即用饲料好食吼，即中国官员来佫问，啊！你即马用啥好食？我用饲料啊，啊！即马摕伊化验，啊！你即内底有抗生素，袂使，我即马袂使，伊就即个官员转去啊，开罚单，然后转去啊。隔一段时间，即稽查的官员佫来，佫问迄养猪讲。啊！你即摆用啥好食？啊！咱这台湾人养猪讲无啦，我即摆拢一每一只猪吼，我逐工拢分200块，叫人家你看要食啥，家己去食。啊！这我咧讲这故事讲，因来拢咧糟蹋咱，啊！因来拢做上级指导员，拢做官，台湾人着去布条啊，出条米互因食，吼、哦！啊！因咧。徛外边个讲哦，我们是保卫台湾的功劳者，所以阮是农民。台语嘛是英，讲做英民啦吼，食饱英营。徛外边也无要收钱吼，无啥代志，所以因就是英民，食饱英营，佮有钱通领。啊，咱阮爸爸妈妈就爱透早出门去布条啊，去巡山水吼，烤草。真辛苦，
如何嘛爱出去做呢？啊，所以人拢讲哦，雷公拢会讲歹人，我认为无影。雷公拢讲台湾的农民，因为落雨时，阮爸爸妈妈嘛爱出去啊，去做工过。啊，若落雨，因中国人伫眷村内底是咧包水饺啦，吼、哦，咧拍麻将。哦，你看安尼，因是占领军，咱是被占领，吼、哦，待遇的不一样哈。哦咱台湾的，因为咱林资深秘书长控美案哈，所以一代公被解除对台湾军事占领的日期应该不枉啊哈。你看即马美国的动作，伊即马开放予日本，一定武器一定对外输出，啊，输出的对象就是西方的盟友的对吧哈？要甲中国反包围对吧哈？因为南韩、日本、台湾、菲律宾，包括越南，哈，啊，加东南亚这国家，差不多等于把中国包掉了，哈。好，啊，你嘛来看讲，是安那美国要叫咱发美国军政府这个合法的台湾政府了哈，这拍者这拍唔对哈，台湾政府身份证，啊，伊的法源啥款，咱来了解者哈。啊，这个真重要，我有这个一个 class 分类。以后呢，本土台湾人，包括伊后代，拢会当摕到这个身份 ，TW 这个身份哈。啊，是安怎爱分类？这个那 TW 的本土台湾人，以后台湾政府、台湾民政府执政，所有的公告人员，你若要做公告人员，爱摕到这个身份，靠资格上任就任。啊，那中国人呢？中国难民。因替伊个身份就是 C 就是 Chinese 中国人 ，E 就是 exiled 就是流亡就是难民。哦，因替有这难民证，伊分类一下 C 这个所在一下 C 啊，因这款人没有投票权，选举的是伊无资格去投票。得参政权就是有 TW 这人，你才会当做候选人，较有资格去投票。哈、哦，啊，所以以后。那要公道，嘛是 TW 身份的本土台湾人咧公道，所以等于台湾人自己，台湾人要行啥物路，拢台湾人家己咧决定，唔是像即马男女对抗，吼、哦。啊，是哪会男女对抗？啊，就是两个国家无共国的人嘛。咱是大日本帝国的台湾人，因是中国人，中华民国人，所以因要看因的祖国统一。咱嘛要跟咱的祖国大日本帝国统一啊，所以两个人会使讲，有只讲讲较简单，用台语讲，猪跟狗都嚎无共声，哦，台语有安尼讲嘛哈，会使讲井水跟河水无共款哈。啊，咱即马来看下讲，哎，你讲啥？哦，田无狗水无啦哈。好，那么咱的。咱就依只法理，啊，用这较细字我甲放大啦。本卡合法依据哈，是第依据万国公法、国际战争法、旧金山和平条约的2、4、23条哈。过来台湾关系法，第五美中三个公报，啊，一个中国政策，啊个美国宪法，啊个美国军事政府管辖下台湾民政府，咱的参院所通过发布的台湾公民权利法。哦，恁红色迄本就是哈，对。好，那么其中这个，我有电话看，这台湾美国台湾关系法，这美国的国内法哈，这点有真侪人有意见，因为很多台湾人又嘎嘎讲我是台湾人，也是中国人，家讲也讲一个中国政策，美国这里一个中国政策，啊，阮中华民国呢？伊会把中华民国当作是因的国家，啊，这就读个歹，吼、哦。一个中国政策是美国定调的，所有的联合国的成员大部分，吼、哦，除了讲迄23个承认中华民国，剩下的大个国家拢是承认代表中国的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，迄、那个才是正统的，所以。美国讲，这个是一个中国政策是对的，
啊，台湾人去咧讲捍卫中华民国，讲，啊，阮中华民国呢，你台毋是用两个中国政策，迄就是用洗脑嘢哈。但是依据家，所以我们是依法有据，我们不是凭空想象，不是用感情讲。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，哈、哦。啊，独派咧讲，我要独立建国，好，你要独立 ，OK， 表示咱即马跟人联做伙。啊，所以你即马要求要独立出去，好，啊、我请教，请问独派的人士，你是要为对一个国家独立出来？真侪列军咧讲，我要为中华民国独立出来，还是讲我要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独立出来？这个都是错误的。你若要独立，你是爱为大日本帝国独立出来，因为咱即马是还阁日本天皇的领土，咱要是属日本帝国的一份子，只是管辖治理权被宣至美国委托蒋介石来管台湾。那么在这个状况之下，台湾人读个不清楚，拢想讲要抗争中华民国，要从中华民国独立建国出来，这个天大的错误。中华民国不拥有台湾跟澎湖的主权，所有战争不是在中华民国手里，也不是在阿公的手里，所以抓头抓尾，台湾并不是阿公，而是中华民国的。所以你讲要为因遐独立出来，那是错误的哈。你要抗争，你嘛要找到对象哈。冤有头，债有主哈，你不要弄错方向哈。好，过来，你看这，我2008年十一月去爬山哈，所翕的，啊，这台湾，南台湾的东海岸。你看台湾安尼有水无？哈，但是真可惜，台湾足水，台湾是宝岛。好，台湾有一句话吼，我足爱讲，台湾真正是宝岛。哦，一年三收，哦，两届迄个稻谷的收获，一届是杂粮哈，然后到寒天大豆啦、玉米、番薯，再杂粮的收入。你要想，这好个所在。然后经过发展的，拢足爱台湾，吼。另外，西班牙爱台湾，吼，荷兰嘛爱台湾，日本嘛足爱台湾。啊，但真可惜，你主要看，为荷兰人来占领台湾，台湾变作荷兰的贸易的基地，吼，因大家叫咱原住民去猎鹿啊，出鹿皮，因为荷兰足寒冷的所在，迄阵。无啥物制造衣服的技术，所以寒天的所在爱穿皮衫，较会御寒。啊，因鸡数量会当卖予其他的，吼，像日本的北海道这边，吼，啊是韩国这边，所以因会当赚足侪钱。好，啊，电线工来，咱台湾变作电线工反清复明的基地，吼，咱一个做人的基地。台清来，来讲管212年，伊敢若甲台湾当作伊遐官员，啊、哦，歪哥钱的一个基地啦。因来台湾限制三年，爱都爱调倒转，所以因的官员来无心建设，敢若想办法看安怎搜刮民脂民膏。所以因有一句话讲：三年官，两年满。啊，是安怎讲两年满？是落地啊，地到满满满，准备回大清啊，吼、哦，要回去啊，新的官要来接啊。好，啊，即马换日本马关条约摕到台湾了。日本伊呢国土吼、哦，大部分拢是山，平地足少，所以呢粮食生产不足。啊，是摕到台湾了，发现台湾是一个粮仓。所以八田雨衣在台南的乌山头起一个水库，和嘉南平原本来呐水源不足，我都补丢啊。伊有迄个水库了，哇，整个嘉南平原变作一个大米仓，就是安尼了。
日本较有摕到台湾了，伊较有资格发动太平洋战争。你呐，你若要战争，哦，三军未动，粮草先行，得爱先有粮草，你较有资格发动战争。啊，无你军人啊，三更无食饭，就两脚走袂行，免哪烧钱。好，所以咱台湾煞变做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一个基地的对。OK， 哇，中华民国来台湾，哇，咱有个变伊个反攻大陆的复兴基地，啊，差不多这四八年来，你啊看，拢咧做人的基地，好，啊，这我难卖讲哦，你可能唔知啊，顶管这是人造的构造物，这就是满洲的当兵，吼，九鹏安湾的这个飞弹基地，哦，这啊。咱那里气下飞弹，拢直接来气下，好，啊，这完了一挂防卫迄个飞弹的设施一家，那么包括新加坡因要气下飞弹，马上来加，好，咱跟新加坡，好，迄个中华民国开明啦，哈，有即款军事上的这个互助的这个演习的活动，包括因的伞兵呐要跳伞。嘛是来屏东潮州的迄个伞训基地底下跳伞 ，OK。啊，水，顶下台湾水人无水命吼，遮水的姑娘大家抢着要，吼啊，所以水崩水啦吼。但是咱台湾人从来毋捌家己起来做主人过，好。啊，但是这四八年来中间，我较佩服日本。因为日本，敢那伊明治维新了，哈，因嘞因突飞猛进，哈，第二三十年来，就越过中国，哦，所以甲午战争你看，大清的这个北洋舰队，哦，伫真短时间，许日本小日本的迄个，伊拢去甲英国买迄个战斗舰，较细只，但是灵活性足好个，啊，日本呢去。欧洲甲德国、英国所学的一挂战术吼、甲战略，包括伊个武器，拢比中国北洋舰队较先进。所以，一个甲午战争前嘞，北洋舰队真紧着被歼灭，吼是安尼。啊，你啊想，短短二三十年，啊，所以伊摕到台湾了，伫日本伊个官僚吼，原来迄阵要真重。啊！少年的去欧洲、美国留学回来的少年人，拢爱为低阶层遐做起，无啥物发挥的余地。啊，拄好有台湾这块土地，开阔之地，就是拢无建设。日本政府总甲这少年的对欧美拄好学回来这些人，拢甲送来台湾。所以你看八田雨衣因这些人吼，这些少年的技术官僚。因少年有满腔的抱负，所以你看，你甲看以前日本时代留落来遐古建筑物，包括总统府、台北宾馆，吼啊，因的迄个银行，日本时代留落遐建筑物，拢总是欧洲巴洛克式的这个建筑物，拢是有曲线的，拢圆柱形的，唐阿门拢他们有圆窗，还是迄个电管圆的，啊，你甲看即马。哇！中华民国来台湾这六十几年，咱的建筑拢是直线条较侪，足歹看。吼、哦，你若看到古早吼，咱也今仔应该有一个徐国林徐老师，伊若来甲咱教这个教讲台湾的历史建筑这方面，你会发现讲啊，日本时代台湾根本都像欧洲同款，啊，这就是因为。去当时去欧洲，学生来台湾，这些少年呢，拢总是用欧洲的新的建筑方式来去台湾的建筑部。好，所以你若看日本时代的建筑部，你若要看爱较紧的，因为这几年啊，中华民国一直要消除日本的伫台湾这些遗迹，吼，拢甲将真侪日本时代留落建筑部拢咧甲破坏，拢甲卡掉。那么过来，咱来讲，哦，顶一个月这个克里米亚，澳洲这个
乌克兰的克里米亚这事件。克里米亚即卖已经许、那個，因为因公投96%以上是同意要离从乌克兰分离出来啊，并入俄罗斯。啊，那么俄罗斯因为国会嘛通过接纳克里米亚并这俄罗斯的一部分，啊，也联邦也并联邦的对吧？那么联合国发布公不承认这个结果，认为这个是违法啊，违法的对，就是讲违反国际法。当初克里米亚伊要加入去乌克兰，是有经过乌克兰的议会通过，他加入乌克兰联邦。那么你即卖要离开，你得爱依照合法的程序。即卖联合国咧讲伊违反国际法，就是违反讲他没有经过合法的程序。第一就是讲，你若要你加入去乌克兰是经过乌克兰国会通过，好，那么你即卖要离开，你得爱要求乌克兰的国会爱定一个领土分离条款。哦，我即卖爱依据这个领土分离条款来举办公投。好，啊，你无这个没有依这个法，你就家己办公投安尼处理，无合国际法，因为你无经过这个程序，尤其因个公投法迄个项目内底，拢敢若偏向讲我要加入俄罗斯。那么这个程序不合法，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讲，克里米亚本来伊黑海舰队伊个总部就设立，这个克里米亚的南端这个有一个叫做塞万堡这个所在，等于俄军本来就驻扎在里面。那么伫你要办脱离乌克兰这个要加入俄罗斯这个公投的时，俄罗斯搁伫这个克里米亚、乌克兰边境部署重兵，啊、那么这就是，伫联合国咧讲的讲，你若要公投，你要在人民在安全、自由意志之下去投票。啊，但你看，克里米亚内底已经有俄罗斯的黑海舰队基地的兵啊，伫内底，边界个拢是俄罗斯部署重兵的状况，等于敢若像讲。你要去投票，人拿钱给你压嘞，压你去投票，安尼投出来，结果是不是不是在你自愿的情况下投出来？所以这一点呢，国认为这是非法，哈，不承认的对吧？哈，好。那么咱今天去倒转来看讲，进台湾，中华民国立法院去予学生啊，甲占领，啊这。大部分人拢，顶台湾人拢支持这学生，因为这学生讲起来是真单纯，因为着因家己的前途嘛，为着台湾以后子子孙孙的前途，咧当这个福茂。那么这个福茂，马英九真啊做个有够粗鲁。你照讲，你若要跟外国要签这个贸易协定，正常人一定是为货贸、货物贸易。先签去嘛，那有人咧为服贸咧签的，因为货物贸易是较单纯，到你要进出到这款物件货物，哈、哦，这个物件本身不会表达意见，哈、哦，只是关税大概安怎瞧，哈、哦、，OK， 上单纯的是货物，咱先讲好，这个呐实施了稳定，都没有什么问题，咱较过来讲。服务贸易，服务就是服务贸易，就咧讲人的代志嘛，因人要来嘛，啊人就上复杂的吼、哦，这人来，真侪有可能唱匪谍啊，吼、哦，第五纵队啊，因家呐深入任务里边，有目的里边，在关键时刻吼、哦、来甲你迫害水源，伫咱的水库拢甲你放毒，水迄、那个水头拢甲你下毒，吼、哦，你的自来水厂甲你下毒。旧年拢甲你下炸弹，拢甲崩崩，台湾的交通就当地就乱去啊！哦，南北无法度互相支援，冲啥？伊要变啥物出头？唔知道？吼、哦！伫电信通讯顶管要甲你破坏，吼、哦！这
足危险的，因为中国虎视眈眈，一直讲要并吞台湾，要学习台湾的一个国家，飞弹要1500粒向台湾。啊，这款的国家，马英九安尼大主大，无经过伫台湾好啊，跟咱的各行各业办公听会，吼，各行各业你有啥物问题，就讲咱若要签这个服务贸易协定的时，也可能对各个产业产生什么冲击？无跟咱的业者坐落来好啊协商，讲政府要安怎甲你辅导？啊，恁这产业是毋是要爱来联盟？就是讲小公司合合作合并变大公司，较会点跟中国要来这财团有法度抗？这动作拢无做，就先去跟人签好，转来讲叫咱就爱承认，叫立法院来通过，吼、哦。那么你甲想，安尼台湾人要他会服气，吼、哦。所以这服贸，真侪人很不服气，吼、哦，就这个原因，所以抗争较大，吼、哦。虽然是学生去攻占立法院，但是后壁咧甲支撑的，嘛是拢本土台湾人家各行各业。那么你甲想，韩国人伊要跟美国要签这个 F。